来，胖子。嗯，那个棒棒，你来试试。你来试试。来试试，来试试。嗯，这么多鸡蛋。Hello, it's me. 吃饭呢，来了，好吃的都在他碗里，我得想个办法吃他那一碗。光有吃的，连弄点喝的。行行行，这娘的尝好吃的还以为我不知道。鸡蛋怎么在他碗里？我的怎么变成了鹌鹑蛋？好家伙，套路还升级了，不行，我还得换回来。哎，这辣条是你家做的？嗯，尝好吃吗？嗯嗯，好吃。来，啊，这点籽让我试一试。你试多嫩。这次应该不会搞错了。嗯，吃个鸡蛋还跟我嘚瑟，有你后悔的时候。
客人。忘了老公的饭，先把盆放下。算了，问这个事啊，又想套路我。幸亏我早有准备。老公，咋的？今天吃鸡蛋？啊？这种人就不应该对他好，跟我玩套路，我让你一口都吃不上。老公，吃饭了。来了来了。今天不用去，我就吃这个。你吃鸡蛋？嗯，我不吃鸡蛋，我吃盘里边扣的，鸡蛋给你。我吃完了，吃饱了吗？饱了，那你赶紧吃，我给你准备酱蟹。那是咋在里边有酱蟹？